我先依据你们的这个定的这个，这个已经投定了吗？没有，我们现在是说明会，说明会嘛哈，好，很好，说明会嘛哈。活动结合这一个，刚刚我们东华大学的这个也很重要，我们这个研究生啊，我们很多的法律，很多的相关的，我们所原住民所做的事情，都受限于框架，我们都被受限于这个框架。所以，我建议有关这个法律的部分啊，是不是说我一定要给你一个猎人证？那就是一个框架，我给你一个猎人证，你才能够去打。就跟我们在使用天然资源一样，假设说是我们这个河川溪流，我有身份证嘞，你是原住民。不打是比比。大哥，那个德鲁古话、泰鲁格族话哈，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叫干尼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他们黑波波手。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他们黑波波手。的马希布布苏，哎，好，蛮欢迎苏巴来，谢谢啊。哦，你是住水岩村，你来拿石头，哦，是家里自用的。OK， 合法，这不是不合法。我在我的传统领域，好，就是按照我以前拉雅国的祖先所赋予我的这些使命，好，我也要去打猎。OK， 可以啊。我是原住民，我有身份证啊。满20岁以上，一般来讲，我们以前拉雅是怎么样？我们大概10几岁的时候，不是要经过一些洗礼吗？洗礼完，他才是真正的成为一个男人嘛。成为男人，他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也是这样，以现在来讲，大概是20岁，啊，满20岁，但我有身份证，我有原住民的身份，我就可以打。我给你一个猎人证。哦，对对，好听。什么意思啊？就是吴大师 BB， 他姓吴叫大师啊，他妈妈叫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吴大师 BB。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喂，你们在干嘛？在笑？好了好了。我讲错吗？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
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喂，你有点。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就桃山隧道的意思。桃山隧道的意思。陈建建明，他解释对不对？好，再来这首《武大师 BB》来。好，再来这首《武大师 BB》来。陈建明，这个针对问题设立这个协会，列的协会太好，可以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问题。我们当然都 OK 了哈。我们如果说你们先发起这样的一个协会，希望我们各部或者我们定期一支持，定期一支持。只是说相关的内容部分，我刚刚大概说明这个是不是朝这个方向的来。我们按照这个法则，我大概稍微看了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说有关。所以，在第六条，枪号、什么什么鞭炮这些啦，就是说，你所谓的枪一定要有一个规格啦。我讲规格，现在很多枪啊，从散弹枪、喜得丁，那还有一些改造的这些枪，这个你们可能有一些鞭炮措施，就是说。这是我帮他用的戒指。你们真的是乱刺呢，你们。这是我帮他刺的。十字架，兄弟。不要乱刺，你们真是糟糕。我要吃龟头啊！不要太痛了。你们真是糟糕。我要吃龟头啊！不要太痛了。哦，你们有创意啊。对啊，跟你一样啊。
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到底吗？你吗？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你是超级吗？枪械当用规定里面也都有相关的规定，但是我们这个枪是不是有尽量不要受到这个法律来约制了啊？你受这个法律约制的话，我们就完了啊！所以如果要自己管理，那怎么管理？没有一套的说法，不是我们只规定他啊、你要用枪去打，那这个枪怎么管理？自己管理。原住民喝醉的时候，是不是拿枪？他在对干，以前有发生了吗？前向猎获的资讯是指猎获前向的时间，你们要报告动物的名称、性别，是男的、公的还是啊？还有数量这个。好，如果要限制，你们是不是有限制的数量？有没有限制的数量？我大概了解的时候，你会限定一个期限吗？非常的有感情，但是不深。他没有办法很深。大会报告，你技术66岁，没有办法很深。为你去了秘密情。走，接着第三个。来，这样我不要理他们。来，我们请接着对着最后一个来比。来，预备，请起个阵。狩猎期。那前面后面又讲说无限期的，一年内都可以打，是不是这样？是一年内都可以打，还是说有一个狩猎期？两代系统。好，没有关系。如果是无限期的，比如说前年都可以打，但是我希望就跟捕鱼一样嘛，你捕一捕没有鱼了，你打一打，一年两年没有限制。所以因为这个自己吃的，就是说，是不是加注一下说，就是你使用的部分，你达到这些足够了。国家公园是它相关的这个法律嘛，也都会这样规定。因为你不是商业化，不是商业用，所以一般来讲，大概就是会限制一下。你说我今天打了三枪，我今天打了三猪，我要报告什么？其实有的不用报告，为什么？那我先生的香蕉很好吃，香蕉很大。Inak banana no bumbung masal kau no. Oh, masal kau no. Oh, banana. 那我先生的香蕉很大。我懂。Inak banana no bumbung madang. Madang, madang, madang. 那有的太熟了。我先生的香蕉，我先生的香蕉软软的。啊，madau puna inak banana no bumbung madai pokin. Ha ha ha耶、yeah! 哎呀哎呀哎呀，因为国家已经核定我们说这些动物是可以打的，这些要回报什么？回报这些保育类，你还没有开放的这些动物，这个要回报。哎，你说那个已经开放的三枪，我每天都在打三枪，我今天打了五只，我明天打了6只，后天打了10只，都报什么不是？最好是以这种还没有开放的这些保育的东西来做回报，我想应该就可以了。这是建议哈，是那个，再来哈，第12条，好，我们讲到这个。跟女朋友看一下，你是没有被我的懒觉打过吗？怎么讲？
我这个我不太干净，你是为什么？美沙苏乌达斯姆，这样吗？美沙苏，不是，我先问一下，美沙苏什么宝乌达斯姆这样啊？神秘宝，对，长点字了。美沙苏神秘宝，神秘宝乌达斯姆，这样才可以。美沙苏神秘宝乌达斯姆，你是切用的懒觉胆，对哦。大哥，那我问一下哈，德鲁古话、泰鲁格族话，那个台语“超级白”怎么翻？大家跟诺比比说。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大家跟诺比比说。大家跟诺比比说。对，好，门口是巴来，谢谢哈。传统礼仪就是一个界限，所以传统礼仪不能只有一个村在做。传统礼仪一定是整合，你每一村就跟我的家里要设界限一样。我的家有一个界限，我请您隔壁的这个来，隔壁的那个我们来看我们的界限，这是资料公司。所以在画传统礼仪，不是一个村说我做了算数，不是，一定要找隔壁村的啊大家来谈。我们这个传统礼仪很能够，以后不会吵架，比较不会吵，就跟我家跟你家的界限是一样的，同样的道理。所以你一个传统礼仪，画设好，这个五十岁左右才会打嘛，二十几岁大概也不会去打。那我们这些年轻这些壮年的这些人才会打，才会到山上去打，这样。所以，我倒是建议有关于猎区的这个部分嘛。这些都拍了。是吗？你去各个原住民的活动拍了影片，然后上传以后，底下里面全都是负面偏激字。啊，那个字是你写的吗？还是不是？别人写我，应该不是。别人写你的，啊，你就这样所作所为啊！你拍了影片，然后说，你去秀林国中拍他们运动会影片，然后说全部都是什么？酒鬼毒娃，什么鬼？那跟影片有关系吗？你做的啊？两边夹击是另外的事情。你是写叫那个频道是不是你的吧？是我频道怎么了吗？所以频道是你的，影片是你上传的，旁边没有影片是你做的吗？你现在有什么事情？就是为什么这样乱报道呢？就是这个事情呢、啊？难道是为了什么事情？人家你应该是为了什么事情？你一个录影干是不是？你那影片我有在录影啊，为了什么事情？你这样弄对吗？为了什么事情？你只是讲说为了什么事情，这样对了吗？你这样对吗？事情是干嘛？你想看闹什么？在我们做的是干嘛？你一句话是为了这个，为了什么事情？不要假信息好不好？不要在我们村里出现了。我等下回来，我看到你看看，我一个试试看哈。乱笑。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他们，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他们，你妈没有告诉你吗？你是超级吗？你妈没有告诉。
诉你吗？这快要经过的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的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你是超级吗？全身都湿了。我不会过来，你们来。啊，弟弟。啊，弟弟。很好听，怎么讲？很好听。没有，是猪嘎。猪嘎。哎，猪嘎。猪嘎不是。哇，这是弟弟。没有，是猪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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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嘎，哎，猪嘎，猪嘎不是，哇，这是 B B， 哦，好。老师，那个是我自己去打的，那你现在已经浮出台面了，浮出台面了，我去打猎，我从山谷掉下来，谁负责？所以这个继续问题是不是要思考一下？如果相关的法令说，哎，这个是你个人，要拿得出来嘛哈，哎，这个人行为。但是你是一个协会的话，就很难讲哈。这个也是支持这样啊，希望就是能够越周全越好。好，再来，国家啊，我们现在啊比较，有密切关系，大概就是。下过年，对，还有凤凰，我想起来了，这上方面，如果要跟他们对打，一定是乡，一定要团结，投票，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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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的年轻人是这样，如果要再喝，加油。你喝到底，齐龙加油啊！齐龙，是吧？马大爷，我老弟，对，加油！一定要团结，你不可能用相公手去跟人家抵制这个，不可能。所以我们这个猎人协会嘛，出来很好。你如果来整合的话，大家一起来，绝对 OK 的。好，绝对 OK。你各村大家就是。先沟通好，各村先沟通好，我们就用这一股的势力来跟这些公部门来谈，胜算的几率90%以上，我不能说100%了，胜算的几率会比较高，啊，比较高。那我们还有相关的法律在保护的，不是没有，而自从年轻法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比较。站得住这个脚啊，所以，而后就是针对这个，不管是分会啊，就是各村的人民各分会一样，大家对这个清楚了，能够啊，手心向内，他可能有团结一致，然后再争取这个猎人的一些效果。恭喜猎人，恭喜猎人，恭喜对，恭喜猎人。恭喜猎人，恭喜猎人。
我先简单回应，因为你没有针对秀刚简报的内容哈。那刚大哥他提到了很多问题，都是我们在各部会遇到，像为什么要发猎人证，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些事情以后，以后要怎么内部管理，这都是未来我们要讨论。那我先回几个大方向的东西，就是我们去每个地方都会被问到问题。第一个，为什么要发猎人证？跟各位解释一下，猎人证是什么东西？猎人证其实不是来一个所谓一个限制各位的东西，猎人证是保护各位上山。各位要想象，也刚好回应刚大哥提到，我举例哈，如果按照大哥刚刚说，我们原住民只要凭身份证就可以去打猎，各位你觉得会发生什么问题？我说我们内部的问题就好，我们在每个地方都遇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凭身份证，譬如说，如果今天我是阿美族的，我是谢立香哥，我是谢立香哥。这片海为你也太多情，一起到天明。哦哦，一封信给我，说他最后约定，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一种方式还狩猎权给你们，是用你们只要带身份证就可以打猎的话，首先会让你们遇到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没有办法划猎场，没办法划，因为他只要凭身份证，他就可以跑到你们猎场打猎。然后警方抓他的时候，他说我是原住民啊，我为什么不来这边打猎？法律就没办法判。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在每个部落都遇到的是，在原住民打猎的习惯里面，第一件事情是对领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猎人证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在这一个角度上面去谈出来。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上山的时候，我们带这个猎人证，除了告诉警察说我们是合法的之外，我们也同时告诉警察说，我在这个区域打猎是可以的，但是我不能拿着这个猎人证跑到人家的传统领域去打猎啊，这样子会引起更多的部落问题。所以猎人证在这个角度底下，也是大家在自己内部讨论当中发展出来一个东西。先生，跟那个谁，五爷骂他，我不是今天不是纯粹说怎么样，先生，喂。我问你的，你请问一下你姓什么？身份证拿出来，马上我就轰你啊！你身份证没有拿出来，我马上轰你哦，马上赶走你。麻烦请你把你身份证拿出来。你们请问？我，因为我们这个人我们不认识，从头到尾我们不认识哦。爸爸，今天是我才认识，他是圆明会那边的。我靠你老了，圆明会，麻烦你证件拿出来。他们这两个都是圆明会，麻烦你的证件拿出来，要不然我就轰你，我马上麻烦你滚。来，叫妈来上酒哦。你今天以什么名义来这里？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我已经给你时间了。你再不离开的话，马上我叫警察来这里。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哈。你都没想过说一天比一天高，你以为是黄芪哦？你以为是片陈水扁那个黄芪哦？我看你哦，没有比陈水扁的那个算命的黄芪那么高招哦。啊，你以为是黄芪哦？你还差得远哦，因为你在这里没有贡献，我干嘛留你啊？喂，警察局吗？对啊，我告你哦，七路民宅哦，你再不离开的话，我要行使公权力。麻烦一下，我们这边没有功德宴，
我们不是赖清德、赖院长这里啊、哦。你要的话，你要找蔡英文，我们不姓蔡，我们真姓刘哈、哦。不管可以，人就是要同情心，但是你的同情心不是在这里，你用错地方啊、哦。不是每个乡下都可以如你所愿，你可以找别人，好不好？不是只有我们这一家而已，很多地方可以让你去找。你是男孩子要阿萨里吗？好不好？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听我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听我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你是超级吗？你妈，这话要经过大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妈，这话要经过大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妈。好奇。